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但没关系，我等一下去看一下。 现在怎么样？可不可以弄点光啊？你。 好安静啊！从来没见过这么安静的上海，感觉上整个上海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刚才那场雨下的真舒服，空气里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味道。冰柳，你看那水里的灯，好像梦中的景象。 好像一切都停止了，一切事都停止了。这夜晚停止了，那月亮停止了，那街灯，这个秋千，你和我，一切都停止了。天气真的变凉了。 追寻那永远的光明。冰柳，我回昆明以后，你会不会写信给我？我已经写好了一叠信给你了。真的？而且，我还算好了时间，我直接寄回你昆明老家。 我一天寄了一封，明天呢，你坐船，隔了10天到了昆明，一进家门，刚好可以收到我的第一封信。接下来，每一天你都会收到我的一封信。我才不相信，你这个人会想这么多。所以，我还没有寄。<笑>我就知道。这样，我就确定，它到你手上了。 有时候我在想，你在昆明待了3年，而且还在联大念的书，真是不可思议。我们同校3年，我怎么会没见过你呢？或许我们曾经在路上擦肩而过，可是我们居然在昆明不认识，跑到上海来才认识。这么大的上海，要碰到还真不容易呢。如果…… 我们在上海也不认识的话，那不晓得会怎么样啊？不会，我们在上海一定会认识的。这么肯定啊？当然，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我们如果在上海不认识，那生活会变得多么空虚。好，就算我们在上海不认识。 那么我们隔了10年，我们在汉口也会认识。就算我们在汉口也不认识，那么我们隔了20、30甚至40年，我们在海外也会认识。我们一定会认识的。可是那样的话，我们都老了，那又有什么意思呢？老了也很美啊。 完了，我要回去了。
有，你看那颗星星。你这是？我今天到永安公司看到这条围巾，就想你围起来一定很好看。你哪来的钱？你别管钱嘛，你看多好。等我回到昆明以后，这边天开始变凉了，你要尝尝围哦。我还帮我妈买了2块衣料，这次是我们家从抗战以来第一次大团圆，你我重庆的大哥大嫂都要回来。冰柳，你知不知道昆明一到了过年，每一家满屋子都铺满了胸针，那种味道才真正的叫过年。回家真好啊。你怎么了？又想家了？总有一天你会回到东北去的，东北又不是永远这个样子。东北不是说想回去就可以坐火车回得去的？总有一天你可以回到东北过年嘛。冰柳，战争已经过去了，这年头能够保得住性命就不容易了，有些事情不能再想了。有些事情不是你说忘就能忘得掉的。可是你一定要忘记啊，你看我们周围的人哪一个不是千疮百孔的？有些画面，有些情景，你这一辈子也忘不掉的。可是你一定要忘记，你一定要学着去忘记啊。好，就像这段时间我们俩在一起，你说我们会忘得掉吗？哎呀，我又不是要你忘掉我们之间，我是说那些不愉快的事，战争、逃难、死亡，你一定要忘记才能重新开始。冰柳，这些年我们也辛苦够了，一个新的秩序，一个新的中国就要来了。我真的要回去了，房东要锁门了。回昆明以后，你会做些什么？等你回来。还有呢？等你回来。然后呢？不是这种感觉。我记得当时啊，不是这个样子。导演，你是说我们刚才戏里面什么东西不对吗？老师的意思。江明柳，你要了解江明柳的遭遇和时代背景之间的关系，你更要了解这场戏就是整个故事的关键。小手那么一握，是最甜蜜的，也是最心酸的一握。导演，你可以把话说得具体一点。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时那个大时机里，在你内心的深处应该有所感觉，一个巨大的变化即将来临。导演，我觉得我们刚刚感觉蛮好啊，情绪也很对啊。问题是40多年前的上海，这么多人当中只有你一个人去过，我们都已经尽量照着你说的去想象。嗯，这边是外滩公园了，那边是黄浦江。黄浦江，我看你们看的是淡水河。老师，我觉得刚刚那个没人问你，江冰柳，我告诉你，你现在不好好演，到了下场戏，等你老了躺在病床上，你就没有回忆了，懂不懂？好，那现在怎么办？重拍。从哪开始啊？从过年开始。
你知不知道，昆明到了过年，每一家满屋子都铺满了胸针，那种味道，才真正的叫过年。回家，真好。你怎么了？又想家了？总有一天你会回到东北去的，东北又不是永远这个样子。东北不是说你想回去可以坐火车回得去的？总有一天你可以回到东北过年嘛。冰柳，战争已经过去了，这年头能够保得住性命就不容易了，有些事情不能再想了。有些事情不是说你想忘就能忘得掉的。可是你一定要忘记，你看我们周围的人哪一个不是千疮百孔的？后边在干什么呢？有些画面，有些情景，你这一辈子也忘不掉的。可是你一定要忘记，你一定要学着去忘记啊。好，就像这段时间我们俩在一起，你说我们会忘得掉吗？哎呦，我又不是要你忘掉我们之间，我是说那些不愉快的事，战争、逃难、死亡，你一定要忘记才能重新开始。台上在干什么呢？哎，搞什么呀？你在跟我说话？是啊。我请问一下，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快把东西搬一搬，我们要排戏。你排什么戏啊？场地是我们租的。不，这怎么可能呢？我们明天要正式公演呢，今天在这里彩排，外面有张海报《桃花源》，我相信你看到了吧？桃花源就是你们呐！我不管是不是你们啊，场地是我们租的。是啊。嗯，我想是你弄错了，真的。我们时间来不及了，赶快叫顺子一下啊，顺子，哎，帮忙一下，弄一弄好不好？搬一搬啊！要开玩笑好不好？我们要排戏啊，你搬什么东西啊？这位先生，我想我们现在一定是有什么误会了啊。嗯，但是还是请你们让开。哎，老弟啊，场地是我们租的，你不要开玩笑好不好？你看我们的样子像是来开玩笑的吗？我死！你们今天真的有订场地吗？对，当然有啊。奇怪啊，场地是我们订的。是啊，而且是我去订的。哦，对不起，请问你们是在拍什么戏？暗恋。暗恋。嗯。暗恋是在讲什么东西？哎，你不要管他讲什么东西。哎，是这样子啊。哎，我们呢，后天要演出，我们今晚非要彩排不可。哦，那所以了，你们搞错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明天就要演出，我们今天是来彩排的。你们看谁比较紧张？当然是我们比较紧张嘛，对不对？快点。你跟他剧场怎么办的手续啊？哎，你跟他吵也没用啊。这个问题很简单的，我去找剧场的人，马上就知道什么节骨眼搞这场。哎，对，去问一问就比较清楚了吧？当然要问，你等着看好了。奇怪啊，这都是走了我们到底怎么办？不是，我不知道啊。啊，很抱歉，我想是你们没有把事情弄清楚，而且我们时间很急迫，我们一定要排戏，这样好不好？万一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等他再研究嘛，好不好？你们让一下，好吧？让一下。这样我老张还要不要上？我看你就别上了，刚刚一定才会成长，下周也不行。奇怪，这剧场怎么搞的？每次搞这么飞机呢？这是。告诉你，不能被干扰。好了，这问题不会有的了。你看这场地是我们的嘛？不会有问题。每次问题都一大堆。我刚才他妈的差点去搬他们那个什么什么那个秋千呢？啊，上一次我差点搬那个什么那个。方舟啊！啊，方舟搬的我半死，我跟你讲。什么？你搬的是我搬的好不好？你在旁边抽烟。反正我跟你讲，我不能被干扰就对了。哎，好了，没有问题，你赶快化妆去了。哎，我们从三角关系那场开始好不好？动作快一点了。什么酒啊这？什么家？买个药能买一天都买不回来，这还是个家吗？不喝可以了吧？我吃饼。武陵这个地方啊，它根本就不是个地方，穷山恶水，破腹刁民，鸟不语，花还不香呢。我老陶打个鱼嘛，哎，那鱼好像都串通好了，一块不上网，老婆满街跑，没人管，这什么地方？
你这什么饼？我吃着看着给你的妈！这什么刀？这根本就不是刀，这根本就不是饼！我这也不是饼，大家都不是饼！我踩着，踩死你！压死你！你不要怕，你没错，你冤枉的。你们两个干什么？你们两个买药能买一天，你买哪儿去了？我压死你，压死你！那块左分右分，我分不开。那里不要我嘿！买个药能买一天都买不回来，你买哪儿去了嘛？买哪儿去了？问你半天怎么不回话吗？你说话那么大声干什么？不会温柔一点？春花，嘿，你买药买一天买哪儿去了？有药啊，你看看这个药都在这儿呢。叉子，这个叉子，你要的都有了，海龙、海马、海狗鞭，买回来是一条一条的线，全给你踩成粉了。那个隔界、路边、蛇鞭都买齐了没有？都齐了，可把你打的那几条小小的鱼赚来的钱全都花光了。没关系，值得。那好了，你把这药拿到后头给炖一炖去啊！啊，小火慢炖，咕噜嘟咕噜嘟，三碗炖成一碗，等它凉了之后，那么你把它给喝了。我？你叫我炖了喝了？这不是你要的药吗？不是你有问题，是我有问题。哎，大夫说我没有问题，那当然是你有问题了。我有问题？开玩笑，我会有问题？我这个人，我这个长相，我什么地方，我哪里会有问题？你这个人是怎么搞的？整天都钓不到一条大鱼，现在药给你买回来了，你又不吃。哎，是你急着生孩子啊？我一点都不急啊，吃不吃随便你。不是，根本就不是个药。哎，这怎么不是药？这药很贵，很有效的。袁老板告诉我。袁老板怎么会知道？人家是路过，一番人情好意嘛。鬼话！袁老板怎么知道我们家不能生孩子？你告诉我，袁老板怎么知道我们家不能生孩子？你说袁老板怎么会知道？袁老板怎么知道？大不了谁都不要生孩子。让开！袁老板怎么会知道？袁老板怎么会知道？让开！是你大块。袁老板，老陶，你在家呀？啊，那我今儿可费事儿了。啊啊，我是说你最近可好啊？托福，婚姻生活美满，那就好啊。袁老板，花儿，春花，来上来玩吧。我看还是你下来看看，我买什么东西送给你。门。哎呀，好新的一床棉被呀！可不是吗？没听过还有人送棉被的。你们家棉被又破又旧，不能用了。就是嘛。我们家棉被又破又旧，你怎么会知道啊？嗨，我是关心你门嘛。我说老唐啊，这床被子是我托人从苏州带回来的，你过来看看吧。啊，我看看。嘿，嗯，什么棉被啊？啊，啊啊，肚子都吃不饱了，要那么花里花哨的棉被干什么？你自个儿看看呗。哎，老陶啊，这床被子它的料子有多好，我就不用多说了，我就光说它这个手工啊，它这个是手工啊，这个手工啊，这个手工，哎呀呀呀呀呀，我说手工啊，这个手工巧啊，让人多舒服呀。什么呀？什么呀？哎，你看我干什么呀？你看被子啊，啊，你看看上头绣的什么东西啊？绣的有龙有凤，还有凤爪呀，又白又嫩的。干什么呢？哎呦，你别盯着我看嘛，你看被子嘛。被子睡觉用的，不重要啊。不，睡觉才重要呢啊！别看我了你啊，你看看这龙的眼睛绣得多好啊，啊，雄壮威武，炯炯有神呐、啊。
尤其这个凤的身材，那更是没有话说了啊！腰是腰，腿是腿呀、啊。我不喜欢，我喜欢呢。老陶，你就把这棉被给拿进去吧。别人的东西不能乱拿。你就给我进去吧，你进去吧。切，生孩子靠这个。圆花儿，我送给你的花儿呢？花儿在那儿啊。啊。好了，不要再看花了，他已经怀疑我们，你赶快走吧。不，我不能再等了。可是我们只能等呢。我恨不得现在就带你走，离开这个破地方。我们能去哪儿呢？去哪儿不重要，只要你我都有信心啊，哪怕是天涯海角，都是属于你我自己的原地啊。我有一个伟大的抱负啊，在那遥远的地方、我看见我们延绵不绝的子孙在那手牵着手，肩并着肩，一个个都只有这么大。为什么只有这么大？因为远嘛。我看见了，他们左手拿着葡萄，右手捧着美酒，嘴里含着凤梨。那不是成了猪公吗？我是说，他们有吃不完的水果。哦，水果。哦，水果。真有这样的地方吗？当然，只要你我都相信。袁老板，您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今儿除了送咱们一床棉被之外，那还有什么事儿您就坐下来直说好了。好啊。他要是房租的事儿的话、你不要跟我再提起房租的事儿了啊！每回跟你收这么点房钱传出去，我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啊！我说老陶啊，咱们今天就谈谈你打鱼的事儿吧。打鱼什么事儿啊？我说你最近打的鱼还真是啊，越来越小了。好好好，我们先不谈这个，我们先干一杯。干一杯！来来来来来来，我这。哎呀！痛快啊！我说老陶啊，为什么别的人打的鱼都这么大，你打的鱼就这么小啊？二三十个人嘛，打的鱼交给我来卖，打鱼打得太小的人我要淘汰呀。我为什么单单照顾你一个人吗？不是袁老板，这些年你照顾我们的生活，咱们非常感激啊。可打鱼这事儿，它不完全是靠本事，那多少得靠点运气，您说是吧？您说我打的鱼小啊，鱼又不是我给弄小的，是吧？我也想打大鱼啊，我最想打大鱼，谁不想打大鱼？您说是吧？我打不到啊，我说老陶啊，打大鱼的法子太多了，我们先不谈这个，我们再干一杯啊！干一杯！来，我这。痛快啊！痛！我说老陶啊，这个做人呐、要努力，要有理想啊，想争取什么就闯进去，硬把它抢过来，你明白这意思吗？啊，这个上游有大鱼嘛，你怎么不去试试看呢？袁老板，您说这话不就太那个什么了吗？哎，我说这话哪个什么了？谁不知道上游有大鱼啊？可我那船就这么点大，我到上游去，我去嘛去嘛，我这去了我就回不来了嘛。我这，你看看你，要你去那个什么，结果你坐在这边说那个什么，说了半天你说了哪个什么了？怎么我说那个什么还不够那个什么呢？怎么可能够那个什么呢？你说了个半天这个那个，你到底说了什么跟什么嘛？你干脆直接说出来，这话直接说出来不就太那个什么了吗？你要是不说出来，那不是更那个什么了吗？哪个什么跟什么意思？好了，我看呢，你根本说不清楚啊。还是我来说，你来说。我说你呀，我怎么？你那个，我哪个？对他哦，还有他，对他好像不太那个什么吧？好，就算我对他是什么了点儿，可是我对他再什么跟什么，那是我们之间的一个这个什么。
可是你说你这个又算是什么呢？是不是？好啊，就算我那个不算什么，这是你呀！我怎么？你这个，我哪个？当初？最当初，我们都不是什么。要不这样好不好？我去死可以吧？不是你没听懂我意思，我说我去死好吧？那我去死好了吧？我死一个少一个！哇塞！干什么？我是夫妻失和，家庭破碎，愤世嫉俗，情绪失调，我到上游去吧。西行往路之远近，忘了好，什么什么春花把它给忘了，什么什么袁老板把它给忘了。哎，前面不是该有个急流吗？不管了，向前行。嘿，导演他们又来了，我有场租租约。导演他们有场租租约，今天晚上这个场地是我的。我说过我不能被干扰了，那场租租约谁都有嘛，又不是找个剧场管理员呢。管理员不在，那就对了嘛。顺子，先生，那你的场租租约呢？哎呦，你们这些人怎么那样不讲道理呢？顺子，哎，顺子把那个东西摆哪里去了嘛？顺子，我们把这里清理掉。顺子，哪儿去了？啊，顺子。顺子，我们最主要那块布景到哪里去了？你说那上面都画满树的那一块啊？对，就是那块。都上大卡车了、啊？怎么还没到啊？你说到这里啊？不然你以为他应该到哪里啊？高雄啊。导演，你不是说我们后天还要到高雄演一场吗？你知道我们的戏要到高雄演，我很高兴啊。
我请问你，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在台北演呢？是不是？是是是是。那现在是不是要赶快拦卡车呢？好不好？好好好好，明天就来巡查卡车，好不好？导演，那你叫我，我们赶快换景，病房，病房。对不起，我要找刘子骥。谁？刘子骥，他约好今天在这里跟我碰面的。刘什么？刘子骥。哎，小弟啊，这位小姐大概是找你啊。找我啊？哎，我要找刘子骥。谁？刘子骥。刘子骥，对，他姓什么啊？好了，我们老师。怎么换成上海医院？我说的是台北病房，台北病房，快！是啦，今天天气很好，我们起来坐一坐。你看看啊，今天的天气啊，真的好好哦。江先生，这个寻人启事真的是你登的？哇塞，真的啊！我第一次认识会登寻人启事的人呢。云之凡自从上海一别至今已40余年，近来身体……哎，你好无聊，你在报纸上写这干嘛？自有人处得知你早已来台。哎，他是你什么人啊？你跟我说好不好？你是民国几年生的？62啊。和你讲你没法懂。哎呦，你怎么这样讲嘛？你说说看，我会懂的啦。你说嘛。37年。嗯。我和他在上海认识。那个夏天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一个夏天。后来他要回昆明老家过年。我们在上海公园中分手啊。结果。就一辈子没碰到面了。那你这40多年就一直都在想他啊？有些事情不是你说忘就能忘得掉的。谁说的？像我那个男朋友小陈，哎，你见过的嘛？他怎么了？我们2个礼拜以前分手啦。这两天我就努力在想啊，他长什么样子啊，可是都想不起来耶。哎，那你好奇怪哦，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你为什么到今天才想要找他呢？我一直以为他还在大陆上。哦。我生病之后，嗯，大陆开放了，我又回不去了，就托一个老乡回他老家去打听一下。然后呢？原来民国38年他就已经出来了，我都不知道。他可能一直都在这儿。哇，那江太太知道不知道这件事啊？哎，那你在报纸上哦登一个这么大的寻人启事哦，你花了多少钱呐？你说他看到报纸他会不会来呀？都这么多年了，我觉得大概蛮……不过如果是我的话，我看到报纸我一定会来的，因为这样才够意思嘛，对不对？
早。哦，今天又有新的花啊。哎。睡得好不好啊？我推你回到床上去。哎呀。整天就躺床上，又躺了呢。你今天这里还酸不酸呢、啊？王小姐，哈，今天江先生的血压怎么样啊？哦，还没有量哎。那主治大夫什么时候来啊？不知道哎。哎，今天中午你想要吃什么？我回去做炸酱面给你吃好不好？他最近就常这个样子啊。王小姐，哈，你最近有没有发现江先生心里面有很多心事？嗯，好像是啦，可是病人都是这个样子的。王小姐，哈，你有没有看到今天的《中国时报》？啊？没有了，没什么，没什么。江太太。啊？江先生人真的很好。是啦，是啦。哎，这个我昨天怎么没有看见呢？这谁带来的？哦、那个是江先生要我帮他买的。哦。就从嘉义搬到台北来啊。那时阵吼，台北不是这个样子啦，无遐尼啊坐车，嘛无遐尼啊坐人啊。啊，有时感觉讲吼，变到有够紧啊。我觉得吼，那一晃眼就过去了，我都还来不及看清楚。您都已经老了。你是紫夜的流星。好安静啊，从来没见过这么安静的上海。我们以前住在集美的时候，房间外面有一棵树，感觉上整个上海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张太太，这时候江先生长什么样子啊？他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啊，点点空位。刚才那场雨下得真舒服，就是有一点孤僻。国漂，你听我，空气里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味道。哎，没事，就喜欢自己泡一杯茶。我泡了他还不要，然后他就拿那杯茶，我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我也不太敢过去啊。到后来，连小孩子都不太敢过去吵他。冰柳，你看。那水里的灯好像
我们俩背景很不一样，好像梦中的景象。像刚结婚呐、啊，啊，我也要做的才艺都不爱家，爱家我都学未来啊。好像一切都停止了，啊，不变做。一切事都停止了。我来接。喂，是你哦。夜晚停止了，月亮停止了。阿弟，那咱我多当这边。那街灯。哦。这个秋千。啊，最近我好一点嘛。你和我。啊，不过有些半暝一跳跳嘛是。一切都停止了。怎么都中西又拢起了？天气真的变凉了。路头哈尼啊远，你都唔通来了。啊，这代志我会处理啦，你放心吧。你怎么了？我在跟你说话。你就想把我讲了。你有心事？我开心来有准备啦。你在想昆明？你放心啦，只要人会交到三工啦。我不要紧啦，我不要紧啦，我真好，我真好。我跟你讲过个底啦，我已经写好一叠信给你了。你怎么了？怎么会这么多啊？我已经写好很多年的信给你，很多很多年。你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哪来的时间写这些东西啊？可是这里面有我们很多的理想，很多的想法。想法？你要有想法就拿出勇气出来做，你别老是想。冰柳，你要知道新中国就是被你这种人给拖垮的，你难道不清楚吗？这我不能接受。志凡，我不接受，我不能接受，这个我不能接受。江明柳，要是这个样子的话，你就不是江明柳。导演，你的意思是说，江冰柳？我想老师的意思是说，云之凡是一朵白色的山茶花，就算再是最不留情的情况之下，它也是一朵在夜空中开放、最诚恳的白色山茶花。导演，你老是说白色的山茶花，这很难演呢。我想啊，你们是演不出来的。你们是演不出来的。导演，在工作的时候你要搞清楚，是我在演云之凡，我是我，他是他，我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云之凡，真正的云之凡也不可能出现在这个舞台上啊。你看我们每次演到这里就被卡住，那你要我们怎么办呢？对不起，我们的布景到了，我们要开始。可是我们正在排戏。我们正在排戏，看到没有，正在排戏啊。不是你们自己看吧，他这个样子还排得下去吗？老师，我带你到后面去休息。我请你喝杯咖啡，我们休息休息。走。你现在去哪？谢谢你啊，大高个。谢谢你啊，胡子小姐。谢谢你啊，你江太太啊。好好好，来来，赶快把我们自己布景吊起来吧啊！来，把吊起来了，吊起来，动作快了，吊起来，吊起来，吊起来，把它挂起来，好吧？先挂再吊，动作快，动作快了，人呢？快点喽，快点，吊起来。哎，我跟你说，好险了，还好想办法把那个卡车给拦住了，要不然顺着把那块布景给我送到高雄去。他们那个导演没关系吧？你管他们导演干嘛？时间不够了嘛。来来来，吊起来，吊起来了啊！时间不够了啊！哎，快点了，快点了，好吧？哎，顺着，你这拉都弄坏。哎，看到没有，秋千都上台了。我要找刘子骥。谢导。好好，你好。我告诉你，我很急。我告诉你，我也很急啊。你不可以这样子跟我说话，我是经理。哦，那你去找管理员吧，好不好？刘子骥。谁？我问你，他是不是打算跟我毕不见面？他是这样跟你讲的。他怎么可以这个样子？他忘记了吗？
那年在南阳街，谁陪他吃了一年的酸拉面？他忘记了吗？干什么的？他怎么可以这个样子？隔壁剧团呢？这不隔壁剧团什么人都有。我要找那个，哎，大高个，大高个，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个女孩子找你，你找她就好，好吧？你为什么要帮她？你们为什么要帮她？那我怎么办？那我怎么办？你说谁？刘子敬。哦，你就是刘子骥啊，久仰久仰啊！不要拉，小姐，不要拉。刘先生，怎么？刘先生呐、啊，刚才有个女的在找你耶。哎，不要拉，小姐，有什么我到后台去，到后台去。这不要拉这个，下场还有用，不要拉。来来，这个我。大高个儿没关系，别老管别人嘛，这他们两个的事情。哎，吊起来了！哎，吊起来，吊起来，高一点啊，高一点，高一点，看怎么样？好啊！我跟你说啊，远远的一看呢，就跟秀的一样，近看就不像个样子。哎，天下事都是这样。哎，操！哎，不要停啊！再来，再来，吊高一点啊！高一点，高。赶快去叫那个小林，对，小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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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是怎么搞的啊？导演，这不是你要的吗？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前几天顺子说你喜欢这种留白。留白？他说这种留白很有意境的。意境？我的意境。哎呦，那边怎么会有一棵树呢？那个是我们的吗？啊？导演，这不也是你要的吗？这就是我要的。顺子说你会喜欢这种关系的。我喜欢什么关系啊？就是这个桃树逃出来的关系嘛。啊，好，小林，你现在赶快去补一下，没有问题，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关系。好了，补一补。我不能再被干扰了。一棵桃树为什么要逃出来？为什么？顺子，顺子，顺子。顺子，嘿，他妈浪怎么不见？浪跑哪去了？哟嘿哦，嘿，人心星，忘路之远近，忘了，好，什么什么袁老板把他给忘了，什么什么春花把他给忘了，哎。前面不是该有个急流吗？不管了，向前行！哎，急流来了！我滑，还有个漩涡。数百步终无杂树，这怎么可能呢？哎，等等，哇塞，芳草鲜美啊！呀哈，落英缤纷，复前行，嘿。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还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干嘛仿佛啊？根本就有光。便舍船，没有便，舍船。哎，我，哎呀，山有小口，我从口入可以吧？哎，便哎出吉霞。啊，才通人，还好复行数十步，嘿，豁然开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土地平旷，屋舍俨然，
阡陌交通嘛，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哎，悉如外人。一个人在家里头不晓得怎么样了，不可能一个人。算了，不提春花了，看看桃花吧。空气里好像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我好像是来过这里。不可能，武林没有这种地方。你的笛子吹得好好啊，好纯，好美，好恐怖啊！春花，你怎么也来了？这位大哥，您认错人了，我不叫春花。春花，你叫我大哥，你跟我装什么糊涂呢？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我看您大概是累了，来。喝点水吧。这什么地方？桃花源呐。桃花源，桃花源，桃花源，没听过。这位大哥，您是来做什么的？我是来打鱼的，我是来打大鱼的。您刚刚不是说来找一个叫春花的人吗？啊，不要再提春花了。我可不可以帮您找他呀？你帮我找他？他是您什么人？他是我老婆。您老婆怎么了？算了，不要提我老婆了。您老婆怎么一回事啊？哎，那不要再提我老婆了。为什么不能提您老婆？因为我老婆偷人。这位大哥，什么叫偷人呢？哎，这位大哥，您是打哪儿来的？武林。武林。你怎么连武林都没听过吗？你，我从小生长在这里，没有离开过啊。你没有离开过，你总听别人说过武林吧？别人也没有离开过啊。你说你们里面的人通通都没有出去过啊？去哪儿啊？武林啊。去武林干什么啊？去武林干什么干什么？你行啊。武林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武林就是武林嘛。啊，武林就是武林。武林嘛，武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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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武林。
那儿的人都像您这样的吗？开玩笑，他们怎么能跟我比呢？这位大哥，您老婆是？我只想知道您老婆在武林是……那我就不多提了。我只想知道您老婆在武林是偷什么样的人？啊！来了吗？叫什么叫？袁老板，你怎么也来了？我不叫袁老板呐。袁老板，你给我装什么糊涂你？对不起，您认错人了，他真的不叫袁老板。又认错人了是不是？又认错人了。他怎么了？他大概累了。哦，累了，嗨，人都会累的。来，喝口水吧。我不要。袁老板，春花，一个人长得像也就算了，怎么可能两个人都长得这么像啊？你们说，你们是不是商量好了一块来这儿约会的？是，我们是商量过了。你们是怎么来的？我们是走路啊。走路比我划船还快。对不起，是我来快了一些。我是晚到了一点。哎呀，因为我们两个的家里有点事情。你们两个都已经成家了。是。那我死好了，我死。放轻松，放轻松。他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啊？他大概难过，为了他老婆。你老婆怎么？我警告你，不要再提我老婆了。他老婆怎么了？他说他老婆偷人。啊！那我死好了，我死好了。放轻松，放轻松。你们在这里面住多久了？我们一直都在这儿。为什么会住到这里面？因为我们的祖先带我们来的。祖先？是的。我们的祖先有一个伟大的抱负，是他们带领我们来到这一块美丽的原地，让我们这些延绵不绝的子孙在这手牵着手，肩并着肩。你们祖先为什么会进到这里面来？哦，他们呐，他们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们的理想在这里开花，他们的抱负在这里结果，所以我们的左手拿着葡萄，右手捧着美酒，嘴里含着凤梨。那不成了猪公了？我们就不谈这些无谓的问题了。你既然来了，我们很欢迎你。我让他烧几样小菜好好招待你好吗？家里还有点小鱼干吧？啊！你太残忍，太残忍，太残忍了！我不饿。来嘛！要是您愿意的话，可以在我们这儿常住下来啊。是啊，要是你真有什么问题，咱们就多住些时候，轻松一下。来呀、啊！袁老板，春花，我住你们两个人家里头，我怎么轻松得了啊？走吧。袁老板，忘掉袁老板，春花，忘掉春花，这什么地方？桃花源，桃花源。
今天非要把问题解决，怎么解决？我没有看过这种事情，把人吓一大跳。不是你，慢慢说。我们排了一整天的，一直在受到干扰啊。受干扰不是我们的问题吧？哎，我们要商量个办法解决嘛，是不是？怎么解决？怎么商量？你们现在根本不了解我的处境呢。我跟你说，我现在是内忧外患，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啊？啊，我好好的一出喜剧已经被你们弄得乌烟瘴气了。好，老弟，你不说我还不好意思说。我看你这喜剧啊，我好痛心呐、啊！我最崇拜陶渊明了、哎。导演，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好好好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不讲，我也不讲啊。我看你的悲剧，我很想笑。什么话？什么话？你自己看吧。啊，一个快要死的病人从床上爬下来，嘴里哼着歌跑去荡秋千呢、啊！啊，这叫什么玩意儿啊？还有山楂花，山楂花怎么演？你现在演给我看，你演，你演嘛！哎，他看过戏没有嘛？没有。哎，不要吵了好不好？我们想想办法解决嘛。解决？我怎么解决？我现在时间根本不够，我来不及了，你懂不懂啊？哎，我们也来不及了耶。那大家都来不及啊。那怎么办呢？好好，没有关系，你不要急嘛，好不好？好，我们这样好不好啊？我们把舞台分成两半，我们在那一半排戏，这半你们看该怎么办怎么办？什么一半一半？没听说过。导演，你看就这样子。这怎么可以啊？管理员在什么地方？刘子骥，导演，好，谢谢。你不能老想那一件事啊！你算算看，从你登报到今天，都已经5天了，你还在等他？我看不必了耶。云小姐第一天没有来，我就知道铁定她是不会来了。再说，云小姐还在不在世界上都不晓得，你干嘛这样子嘛？对不起啦。安安静静的过日子多好。你这病实在是足奇怪哈，啊，规天就烦恼讲我无去交钱啦，啊，到人到家敢袂走去哟？好啊，我今天要去缴钱呐、啊。那个小姐又跟我说什么？你别下班了啦，别给小，叫我明天再去缴。来吧。我每天呐、啊、就在医院里面招来招去，招来招去。这个地方真好。你要下来你就说嘛。这地方没你事儿，你就先回去了吧。芳草鲜美。我回去干什么呢？我留下来陪陪。干什么呀？你干什么你啊？落英缤纷，哎，哎，哎，干嘛叹气呢？这儿不是很好吗？这儿虽然好，可是我心里面仍然有许多跨越不过的障碍。是啊，从关录音机开始。哦，怎么了？来这里这么久，没看你不高兴过啊？你看你每一次听完这首歌就这样。我没有办法啊，
我想家。你不能老想那一件事啊。来这里这么久了，回去干嘛呢？你算算看，从你登报到今天都已经多久了？五天了，好久了。你还在等他？我看不必了耶。我怕他在等我，我想看看他愿不愿意跟我一块儿来。他不一定想来啊。云小姐第一天没有来，你就知道肯定他是不会来了。不，他会来。他可能把你给忘了。再说云小姐还在不在世界上都不晓得，你干嘛这样子嘛？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哎呦，哪个意思啊？大哥，你们在聊些什么呀？我正在跟他说，他的那个既然已经把他给那个了的话，那这整件事也就那个什么了，他也不必那个什么了。哦，不要回去，你回去只会干扰他们的生活。我是说，如果云小姐真的来的话，事情可能会更麻烦。这话怎么说？因为你可能会更难过。不会。你说哪里去了？现在这样子啊，安安静静过日子多好。哎，今天病实在是足奇怪，啊，规天都烦恼讲我无去交钱啊，啊，台湾人多家敢没走去哟？好啊，我今天要去缴钱啊。那个小姐要跟我说什么？伊要下班了啦，要结束啦，叫我明天再去缴。我每天啊就在医院里面安尼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回去看一下就好了。你回去想得到什么呢？我看你，你抓不到。你要下来你就说嘛。我还能说什么好呢？没有事最好不要回去了。这没你的事儿啊，你就先回去了。我回去干什么呢？我回去看一看就死心了。这没你事，你先回去了。不要回去，回去会惹事。我留下来陪陪你嘛。你快回去吧。我不许你回去。你快点回去吧。我警告你不要回去。我命令你快点回去。打死我我也不会走。你混账啊，你们都给我走啊。你们看他妈的谁敢动。停，不要再停了。袁老板，我不叫袁老板。大导演，你到底还有几场戏要拍？我现在是这样的啊，他要从桃花源回了武林家里，就剩这么一场戏。对，就一场戏，我们让你们先拍。可是老师，为什么是我们让啊？哎，那个大帮忙，快点快点，哎，孙子，帮忙，道具了，道具。哎，对不起，小姐，对不起，我还有一场戏，就是我要从武林啊再赶回桃花源的戏。哎，我在半路上迷路了，可是，然后我在路上找不到浮标，找不到。孙子，你去把小孩送到高中去了。快！孙子，小孩呢？哎，孙子，小孩放哪去了嘛？哎呀，孙子，小孩呢？哎，对不起，静一下啊。哎，什么？我压死你！我压死你！我压死你！不要吵了！
吹吹吹，没事吹，每天吹，吹个什么东西？我这种人，我这个长相，我这个样子，我去找个事做。我告诉你多少次，我有一个伟大的……哎呀，你现在还来这一套？你为什么每次在我最那个的时候，就偏偏给我来一下这个嘛？你自己也不想想看，当初要不是你那个什么的话，今天怎么会那个什么呢？我那个什么了？我该是你什么了？你心里还在想你以前那个？哦，那一个呀，他不是已经那个了吗？他那个了，没错，他已经那个了。你为什么还要再对他那个什么呢？我哪个什么了？你没事在我面前帮他烧那个什么烂东西啊？烧那么多，他用得完吗？好。既然那么那个什么的话，那我就把烧掉那些纸钱，我就把它全部给那个掉好了。这样你得意了吧？可以了吧？没有用，没有用，你没有办法抹掉他在这间屋子里的阴影。我知道，他还在你的心里，那个来，那个去。我常常感觉到他的幽魂，就好像是站在这个屋子里一样，在那里晃过来晃过去晃过来。春花啊，快走，开完了吗？你们，你在干什么？我春花，我回来了。你回来干什么呢？春花，我回来的目的是想把你一块儿带走。完了完了，怎么了袁老板？你也想一块儿去吗？我就知道他放不过我。对不起，我想你们是两位误会了吧。袁老板，你以为我没有我想我应该向你们两位解释一下。好，我就把这话从头说起吧。那一年我不是到上游去吗？然后袁西行就望路之远近了，在路上我碰到一个急流，还碰到一个大漩涡，他就是在那完蛋的。后来我看到一个好大的桃花林啊，一片粉红色。我听说一般人都是先看到颜色。哦，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船舍弃了。要舍什么都带不走。然后我钻进了一个黑黑小小的洞里面去。没错，黑的。挤呀挤呀，出来之后就豁然开朗。他解脱了。好美呀、好恐怖啊。求求你啊，这是春花啊。袁老板啊。你们怎么了？我们死了。桃花源没听过。哎，这是什么地方？桃花源是一个桃花源是一个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一个好地方。多少男女老幼，多少年来都在里面没有出来过。他们被关在里面。哎呀，你何必让他们出来呢？对，他们不该出来。他们是因为避乱子才进去的。我问他们里面的人，外面的事儿你们知道吗？
他们都不知道。我问他们说现在外面是什么年头，他们也不知道。嗨，这些人真是今世何事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他彻底完了。那么你跟里边人一样啊？对对对。啊，不，他们的境界要比我高多了。我靠，他在里面还算轻微的。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我是经过一番挣扎和自我检讨之后，我就变成这个样。他们还开会呀、啊、这些年来我发现很多事情都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看起来好像走投无路了，可是只要换一个观点就可以立刻获得一个新的方向。有的时候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站在什么地方，这个时候如果用这种方法的话，我觉得比较可以面对自己。袁老板，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很累。哦，累呀，来喝点水吧。回家的感觉真特殊啊。哎，是不一样啊。袁老板，您是常来我们家玩？玩骗了，我是路过，我是在人生的旅途上暂时路过。路过？那你当我这里是客栈？为什么我每次讲话都顶我嘴？你当着外人面前不够点面子？什么外人啊？他没关系，两位请坐，真的没关系。我这次回来本来是打算把春花一块儿带走，可是看到你们的样子，没关系，我们还是可以一块儿去，真的没关系，不管了，我们就是一块儿去嘛。因为那个地方实在是太好了，你们每一个人看起来都是这么和平，每一个景象看到眼睛里都好像是看到一幅美丽的图画，每个声音传到耳朵里都好像是从远方传过来的一种美丽而且动听的音乐。孩子哭了。你把孩子抱出来干什么？孩子哭了。这孩子真烦的，你不会给他两巴掌，要不然喂他两口奶吗？他这个样子不像是要吃奶呀、啊、哎，小孩哭了还有什么？他不是要吃奶就是要拉屎。懂什么小孩？我不懂小孩，我从小孩长大了，我不懂小孩。你懂个屁呀、啊、好，我是个屁。你本来就是个屁。我本来是个屁。你屁到底。我屁到底。我屁到底干什么？我当初叫你不要生，你偏要生，现在你们两个把我锁在这里，让我动不了。谁要生啊？谁要生啊？老头，老头，你把孩子还给我。孩子还给他。我就这么一个孩子。就这么一个孩子，凭什么呀？我求求你。你是聋子？老头，把孩子交给我。老头，你交给我。老头，你怎么搞的？你不要伤害一个无辜的小生命吗？啊，老头，你还是个人吗？你还是个人吗？你怎么搞？都是你，叫你不要把孩子抱出来，你抱出来你自己看后果是什么。你先说这孩子是我要生的，是不是？我今天把这孩子给摔死掉。我的孩子不准你摔。好，你摔，你摔我就抬。你听我就踹。
嘿，我的记号呢？我的浮标呢？记号怎么不见了？浮标？以前当过护士。那你怎么演这个角色？哎，你待会儿有事没有？干嘛？哎，没事没事。我是说你，哎，你戴的帽子很好看。时间到了，收了收了。我还没拍完呢。哎，什么事啊？他们还没拍完戏。你们没拍完戏，干我什么事啊？收了收了收了。哎，先生。先生，等一等好不好？哎，不是，这怎么回事嘛？这一场景常常会出事。不管了，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明天早上8点钟去找李小姐，好不好？我明天早上8点钟来找李小姐干什么嘛？我不管了。先生，拜托你，我们已经受了一天的干扰，你再给我们10分钟，让我们把最后一场戏排完嘛，好不好？对对对，差不了你几分钟嘛。真的，10分钟就好了。10分钟，我这一辈子不要等过多少这种10分钟了。不行，收了收了。情况虽然这样，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还可以继续排戏。这个茶是给你的。回去了吗？去干什么呢？我留下来陪陪你吗？我带来凤梨酥来给你吃。那床头抽屉里啊，有个信封是给你的。打这个电话给陈代书，请他赶快把咱们房地产的名字转到你的名字上去。这一张啊，你先说这干什么吗？来，这一张你不知道啊？这是我的一张保险单，15年到期，还差2年，到时候就可以凭这个单子去领钱。这是我东北老家的地址，里边还有2张飞机票。等我走了以后，你和弟弟就可以凭这个地址啊，把我带回去。你好好养病，你现在说这些干什么吗？我真是很不懂你，你就是想太多了。你只要好好养病，什么事情都不要再想，不就没有事情了吗？美如啊，我陪你到外面去走一走。哎，美如。你先回去办你要办的事去办了啊！哎，我一个人在这静一静啊，不要紧。你不要那么固执嘛，你不要像小孩子一样，我带你到外面去走一走。来，美如，你先回去办你要办的事去办了。美如，我不要人陪我，我一个人在这静一静可不可以啊？不要人陪我，我一个人静一静可不可以啊？美如。请问，有没有一位江冰柳先生？江太太，我陪你去把药钱缴了，好不好？
我是看到报纸来的。你的身体是？我不知道，你一直都在台北啊？我也不知道。这围巾，这些年天冷了，我就一直围在身上。你一直住在台北？民国38年年初就来了。我写了很多信到你昆明老家去，都没有消息啊。38年，我重庆的大哥大嫂就决定把我带出来。我们从滇缅公路到泰国，经过河内到香港，过了2年就到台湾，就住下来了。什么时候看的报纸啊？什么时候看到报纸啊？今登的那天就看到了。身体还好？还好，去年动了一次手术，没什么，年纪大了。前年都做了外婆了。我还记得你留那两条长辫子。结婚第2年就剪了，好久了。你住在什么地方？我一直住景美。刚来的时候我住着永和，后来搬到天目。我前2年搬到民生社区，想不到啊，好大一个上海在一起，一个小小的台北把我们给难倒了。我该回去了。我儿子还在外面等我呢。志凡，这些年你有没有想过我？我写了好多信到上海，好多信。后来我大哥说不能再等了，再等就要老了。我先生人很好，他真的很好，
我真的要走。若是心